梦花他，哼，让你欺负我们这么久，快去给我干活，别偷懒，快去。很不错，再用力一点。没吃饭吗？用力。喂，我饿了，给我煮饭吃，快！想饿死我吗？回想起来，我们的日子过得可真苦啊！这次啊，怎么样也要回个本儿。什么？出问题了？梦环失控了，现在没办法停下它。没可能啊，我早就调试好了呀，还准备睡完就去对付斯图勒呢。对了，去屏幕里看看数据有什么异常吧。屏幕是镜子。老大，等等啊。老大，数据我们帮你找出来，你先去吃个午饭先吧。对呀。做什么这么主动啊？干了什么坏事啊？没啊，我们为你着想而已啊。别靠这么近啊。突然这么贴心，很好。我先去洗个脸。等等啊！别去！吵什么？快去准备好梦环的数据。是。报告总部，我是乐乐，前方一切安全完毕。乐乐，你玩够没有？这么掉以轻心，会闯大祸的。切，真没意思。呀，是神兽！什么神兽？别吓人好不好？还真以为是。呀，天王！什么？天王？喂，乐乐，别再乱吓人了好不好？再骗人，这是会倒霉的。你才骗我吧，我可不会相信呢。乐乐，你没事吧？差点就有事了。哇，好大的蘑菇啊。而且这些蘑菇刚才都好有弹性啊，弹力蘑菇，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啊。从掉下来的高度来看，就算我们五个人用摩托车把乐乐拉上去，也可能不够马力啊。看来只能再想办法了。船到桥头自然直啊。乐乐，关键还是担心天网的行动啊，毕竟我们这里人生地不熟，给偷袭的机会就会大增啊。哎呀，安了安了，赤焰这东西好好玩啊。哎呀，不去不去。好像还挺有趣啊。赤焰耶。好舒服啊，按摩一半蘑菇啊。看来是细微弹性的效果啊。喂，赤焰，你也过来。
轻松轻松嘛，干嘛这么紧张啊？等等，啊？是什么东西渗来？我也不确定。啊！糟了！啊！赤焰，深狼！没有攻击性啊。哎，快看，那边也有兔子耶。兔子啊，快给我抱抱吧。嘿，乐乐，小心。天网的神兽，差点乐乐就受伤了。已经受伤了。哎，豪猪，这只神兽叫梦怀。哦，以背上的尖刺为武器，大家要小心。哼，竟然假装可爱的兔子来接近我，骗我感情，我不放过你！钢铁飞龙，神兽武装。可是身经百战呐，这种尖刺可是不会伤到我半根汗毛的。意外！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手下留情啊！嘿嘿嘿，有趣有趣，司徒乐终于遇到天敌了。嘿嘿，喂，我的饮料呢？来了来了。早知道就不画他的脸了。这样下去无法反击啊！蘑菇。而且这些蘑菇刚才都好有弹性啊，弹力蘑菇，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啊！蘑菇反弹了针刺，我有办法了。嘿嘿，乐乐反弹盾牌，梦怀。给我干掉司徒乐！嘿，反弹！呀！啊！嘿嘿，怎样？机会！这次我会让你尝尝我乐乐的真正厉害！嗨嗨！
都是你们的错。老大，我们没有参与机器人的制作呀。因为你们弄得我现在心情好差，为了平复我的心情，看来要对你们做一些你们中午对我做过的事情了。不要啊，不要啊。好，这次我一定能成功的。你别再试了，你都已经试了三天了，现在无论怎么做都上不去的。不试试怎么行？再不上去我们就永远困在这里了。为什么你们不用摩托车拉我上去啊？因为摩托车坏了，所以没办法拉你。不过刚才乐乐也是差一点就到顶了。哇，是你太胖了。我胖？可恶，小瞧我，我可是很有决心的。好，从现在起我要减肥。糟了，没有路了。怎样，这次我给梦怀的飞刺增加了遥控功能，不管怎么躲避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老大的设计真棒，我要拍下老大这英姿。好，你们速速去准备，这次我一定要活捉司徒乐，绝不会再次。你们干嘛挡我的道啊？浪费了我的英姿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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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Maggie， 你觉得这真的能减肥吗？这是最基本的动作，先做50下吧。五十下？哎呀，又是这种负重跑。对，这是减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让我们轻轻松松的跑5圈吧。哦，是绕着现在这里跑吗？是绕着整个山洞跑5圈啊。快点，再快点，连老人家都跑得过你啊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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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救命啊，我诅咒你啊。快累死了。到我了吗？我准备让他举石头。那我就让他跳高吧。你们真的是想让我死掉吗？洛洛，减肥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过程，这个你必须要理解啊。但是只要你能减下来，我们就可以逃离这里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这会要人命的。我要轻松一点的减肥方式。轻松一点？
怎么做？啊，出了一身汗呐，运动真舒服啊！这哪是运动啊，摆明就是偷懒。啊，怎么了？地震吗？不，肯定是天网。别想再轻易的击败我。每次都这么说，但是我每次也会这么回答，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。神兽巨鲲，机甲召唤。尖刺，你以为还会击中我吗？哈哈，你中计了，司徒乐。啊，什么？机能下降30%。怎么回事啊？他的尖刺会转弯？肯定是天网对尖刺进行了改造，增加了遥控功能。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之前，乐乐，先尽量躲避吧。嗯。可恶，这可是要躲到什么时候？必须反击！嘿，哎，喂，你还让不让人战斗啊？这鬼东西尖刺还能跟踪，作弊也不是这样做的，你到底干了什么呀？我可不会中你的激将法，你以为你随便说两句，我就会把我的驾驶舱里用遥控器遥控飞刺的事情告诉你吗？嗯？啊，糟糕，不小心说漏嘴了。他真的是无药可救了。可恶，竟然笑我，看我把你全身都刺成洞。哇，还是先逃吧。别想逃，这次我一定要收拾你。可惜我已经找到了方法对付你了。难道你想将尖刺引向我？你真是太笨了，我可以用遥控把尖刺引开的。不，你遥控不了的。启动闪光模式。哎呀，我的眼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好机会。哎呀，乐乐，了结他吧。好。狂杀暴风炮！
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离开这个山洞了。啊，又要减肥吗？其实不用啊，只要用这个机器人直接飞上去不就行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哎，那为什么要我这么辛苦的减肥啊？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啊！哼，我不管，减了多少我就要吃回多少，一天我要吃6顿饭。好。